接着地动仪的话题，当地震波袭来时，地板微微震动，重锤下的磁铁与霍尔传感器之间产生了微小的相对位移，使得穿过霍尔传感器的磁场强度发生了微小的变化。霍尔传感器把微小的磁场变化转换成电压的变化输出，这个变化的电压的幅度只有几毫伏到几十毫伏，在示波器等仪器上是不易直接观察到的。于是我们需要放大电路，把霍尔传感器输出的微小电压变化放大到若干伏，这样就可以便于记录和分析地震波了。